还有陈亦如，因为你刚涨了100块，我现在要扣你100块。那499呢？因为你刚刚上599，刚刚拍599的退掉。后有李智楠，还记得18岁的天空里的石岩峰吗？他也去直播带货了，和品轩砍价互飙演技。没有，这次没有改价格吧？还没改是吧？来，给我们上了吧。最后59单上了吧？上不了，我跟你说。好了，来，最后59单，3、2、1，上车。599给你上，上了上。最后59单上，599，身家控制一下，不要看过了。什么时候质疑过你们家的品质？质疑过你们家的那个价格？我有质疑过吗？没质疑过。南哥又上599，刚刚什么都没上，拍了49单，直接又上599，没说过去了。这个不不单，来上来，我不卖。599，50单，3、2、1，上车。不卖了，真的不能卖。快去抢，宝贝们！你不卖了也下次这个价格不再卖了。但是今天你给到我这个价格，就必须要卖完。已经上好了，南哥，上好了，我上了。大家赶紧抢，来，现在是399的价格。